我哋认为复活节之后有条件可以逐步复课，当然系同香港嘅疫情有关啦。大家都见到啦，就而家嘅疫情已经系受控，就持续下降嘅趋势咧系明显嘅啊。咁啊，但另外喺学校嘅环境里边可以复课嘅条件咧，就当然包括啦，我哋会坚持每一位教职员同埋学生都要采取足够嘅个人防护嘅措施啊。學校亦都要嚴格執行呢啲措施，包括要戴好口罩啦，入學校之前咧要做呢個體温嘅檢測啦，亦都要係適當保持一啲嘅距離。第二個條件咧就係今次咧我哋見到教職員已經差唔多全部係打針噶啦，除咗係有一啲嘅健康嘅理由啦，咁所以教職員同埋進入學校嘅人士。將要是受制於疫苗通行證，但是學校學生呢就是不需要的。第三呢就是學校在這段時間在校舍裏面亦都是做好了或者改善了它的通風系統，以致到它的禮堂啊、班房啊的消毒的工作。第四個條件當然是學生是有打針的，12歲到19歲主要是中學生啦，打了第一針已經是 97%， 打了第二針的是 78%。 3歲到11歲幼稚園和小學生 是不是很理想的，3到11歲打了第一針是 62%， 打了第二針是 28%。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決定了在復活節之後分階段復課，會採取以下起碼兩個額外措施。第一呢就是教職員和學生是需要每天做這個快速抗原的測試，是陰性才可以上學，陽性需要馬上通知學校和衛生防護中心。為此特區政府將會為學校免費提供1000萬套快速抗原測試包，咁會俾學校咧係分發俾有需要嘅學生。咁呢1000萬套嘅快速抗原測試包咧，將係可以足夠學校喺未來一個月使用。第二個嘅額外嘅措施咧，就考慮到喺翻學嘅學生裏邊咧，有啲係打針，有啲係冇打針。我哋係並不贊同咧係冇打針嘅學生不能夠翻學，因為呢個對學校學生嘅影響太大。但是有打針和沒有打針的學生回到學校之後是會有一些分別的處理，他們同樣可以在課室裡面接受課堂的學習，但是對於一些非學術的活動就會有一些差別了。差別主要就是有一些活動有打針的同學可以參加，但是沒有打針的同學就恐怕不能夠參加了。這個的做法呢其實是保護這些沒有打針的同學。在中學呢就會在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核心科目完成之後，即是在5月3日開始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學校是可以自行決定怎樣劃分各個階段，譬如會不會先恢復中三至中五呢，或者如果學校覺得適合，它是可以即時全校各級一起上學也可以。但是最遲是需要在5月10日全校呢就恢復半天的面授課堂。在5月3日至10日那段時間暫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的級別呢是會繼續進行網上課堂的。在小學方面，因為小學沒有了中學文憑試的考慮，他們會在學校復活假期之後，即是最早呢是會是4月19日呢是分階段恢復半天的面授課堂。同中學一樣啦，學校係可以自行決定點樣劃分各個階段，但係最遲係要喺5月3日咧，全校係恢復面授課堂。幼稚園嘅學生年紀小，喺長假期之後咧，我哋係會分三個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三分之一嘅同學，即係約略係一班一級啦，就會喺5月3日咧係回校恢復面授，而另外。而三分之二，即是兩級的學生，就會在5月10日之後是回復面授課堂，而全校就會在5月16日開始恢復面授課堂。